今天坐在解说席的还是苏东和我王涛，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，对阵双方呢对比赛都是志在必得，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的。今天主场作战，他们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，因为他们上一场的小组揭幕战结果就并不理想。得到一个边线球，往禁区里打传中，可惜门将判断对了球路，轻松拿到了球，球权又拿回来了，很是稳健，挡住了这脚传中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。娄佳慧，防守队员把球铲出界了，界外球。这是在秀脚法呀，越位了，不然这个球机会很大呀。所以说啊，球场上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，这个球就是启动稍微早了，机会就浪费了。哎，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脚，直接起脚了，门将这次飞扑相当见功力啊。给到禁区里，角球落点应该很好，有没有机会呢？领先的机会，门将挡了一下，跟第一下扑救一对比，这个扑救简单多了，感觉他是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没错，王双，他带着球啊，是向对方球门一路前进，可以打门了，咱们率先攻破对方大门。嚯，这个位置的机会你几乎不可能浪费掉，非常近的距离，门将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。僵局被打破，目前比分1-0。射门高出横梁许多。这个抢断没有控制好，球出了边线，李梦文，他们这个连续倒脚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太险了，不过防守队员抢先把皮球踢出了危险区，有一个反击的机会，真是非常危险啊，幸好他拦到了球。唐佳丽，这就是经验啊，成功的抢断对手的传球，打门，运气也是真的好啊，折射之后没有飞向球门。唐佳丽，张鑫尝试直接找另一边的队友，再重新调整进攻，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，他们又拿回了球权，
到了这个区域啊，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。王霜，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。好球，他们再下一城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个球。哎，你看他拿到球很轻松绕过了防守，起脚打门，皮球也就应声入网了。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-0。传中被对方后卫拦了下来。唐佳丽，王珊珊，这球传得不错啊，这个球完全是守门员的责任。这种打空门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。没错，抓住对方漏洞，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，非常漂亮。目前的比分是2-1。哎呦，这是个要吃牌的动作啊，看看裁判怎么说。裁判向犯规队员出示了黄牌。我觉得队员自己也认可这个判罚。是。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。球铲出了边线，对方的界外球。起脚传中，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。王霜尝试用过顶球绕过防线，这球犯规了，他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，黄牌有可能啊。看到裁判手中的牌是黄色的时候，他长舒了一口气啊，他肯定觉得这回100%红牌了。他就是最后一名防守队员了呀，红牌也说得过去，只不过裁判决定啊，放他一马，仁慈。他们成功把握住了这次任意球的机会，攻破了对方的大门。再来看一遍，飞向场外的球被这样强烈的旋转活生生改变了飞行轨迹，送进了球门。哈，太神奇的一幕。比分被改写成3-1了。比赛时间到，裁判鸣哨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。转播画面已经回到了奥林匹克球场的比赛现场，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已经开始，让我们看看今天谁能笑到最后。看看怎么组织进攻。这是一个机会啊，门将及时做出了反应。传中被解围了，达尼布伦亚斯多蒂尔突了过去，漂亮的穿越球，太漂亮了，鱼跃冲顶直入网窝。他们这次送出的边路传中效果极佳，让防守方非常难办，点抢的也非常好，非常漂亮的头球。
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-2。张鑫、王珊珊、唐佳丽，一脚横传到禁区里，队友已经跟上来了。这个球被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，扎到了对方前场，有没有机会呢？这球能进吗？王硕，球进了，他们再加一城，现在2球领先。进球回放来了，被他在这种距离拿到这个机会，还会有其他结果吗？双方目前战成了4-2，很显功力的一脚挑传啊！一次完全没必要的失误，把球传给了对手。王霜、唐佳丽。这个射门角度太正了，直接被门将没收。这次进攻的组织其实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啊，没能推进一步。这球直接挑传过顶，但是球飞进了门将的活动范围。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，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。绝佳的机会啊！漂亮，他们领先3个球了。今天状态也太好了。再看一次这个进球，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，这就是他进球的秘诀。目前的比分是5-2。这球已经出了边线，是边线球。漂亮，在门前抢到了球权，马上又可以进攻了。这球其实可以继续走边路啊。这一点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距离，但还是被边裁看出来了，越位。他们现在请求换人。张鑫、王珊珊、球进了，领先优势扩大到了4个球。如果给他时间和空间，他就能上演这样的进球。必须这时候你要问问后卫，为什么没能成功抢断呢？不过啊，这个单刀的确是漂亮。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。这球传得不错啊。王珊珊，他的防守经验非常的丰富，对对手这个预判啊太准了。王珊珊，球没传好，让对手拿到了。任意球，哦，这个位置很危险啊。质量很高的一脚任意球啊，可惜没进。哎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打偏了。他们的替补骑兵现在要登场了。
球没拿稳啊，球权交给了对手。一次漂亮的铲球，在对方半场夺回球权。应该要多多练习怎么射正球门啊，而不是只会发力啊。还有5分钟啊，比赛就将进入伤停补时。这球过去了，好机会。不可思议啊，只有这样的进球才符合神仙球的标准，确实只有神仙才能打进这样的进球啊。哦，我希望回放能多来几次啊，因为他简直就是足球场上的舞蹈家，他在球场上翩翩起舞，划出一道彩虹，然后球就进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这脚穿越球啊，目测能找到队友，防守方拦下了这脚传中。这个球能有破门的机会吗？这都能拦下来啊，门将立下了大功啊。哇，角球开到禁区里，门将专注力很高啊。这个球出界了，还是他们的角球。后卫及时赶到，把球解围出去了。比赛结束了。